哇，我们要离开了耶！哦、oh, ，too bad。好莫名的七个礼拜就过了。真的，真的不语，谢谢你来送我们。对，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要讲可以讲啊，愿意讲吗？你想接真心话大冒险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收谁？来，快点！哎，对啊。上飞机都不能。快飞，上飞机可以用用这个吗？不可以啊，对啊。要飞了。来 ，Rosa 发表一下。我终将归国感言。真感言哦。我感言很难。你应该很想回家吧？想家吧。哎，你们两个，哎，你们两个靠在靠近一点啦。哎，他们两个。哎，不对，你们对你们对你们三个，哎，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。他们要跟你们一起录。可以，快左拥右抱，搂在一起，搂一吧，没有，阿瑞可以吗？拥抱对方也不是我，你是主角耶。好啊，那就这样好了。哇！我成录影的人啦，自己又没办法进去。我帮你。嗨，说一下。好感动，没有，好感伤啦。对啊，哪方面？哎、欸，刚刚就都有啊，就大家离开，而且刚刚那什么，就是 all Ellie 啊 ，Oliver、Jaco， 还有 Patty， 还有 Nacho。对 ，Nacho， 哭哭，真的。我们是以后要抱长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要抱长一点，真的。绝对不要担心会想家。马上 take。我想家。对照组，好好对照组。走出去。有时候会觉得是留下有些事情要弄的。我也欢迎。你有跟他 check 吗？来不及，没打电话哈。对啊，傻傻的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是那个吗？看到一台休旅车。他会有两台一起来吗？感言。要讲什么感言？讲什么感言？哎、欸，这个会，这个。没有什么感言啊。没有感言啊。就 Eric 啦，左拥右抱的感觉。真的。左拥右抱的七个礼拜 ，Eric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行李还没拿，不要一下我。你还在录影哦？真的，我还在录。哎、欸，我行李还没拿。好了，先停一下。